就像我们的 slogan， 每一步都是突破。好，请二位将视线转到左手边，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贵宾，谢谢。后方也有很多的贵宾，谢谢。来，先自我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辛苦了，今天很热啊、我是蓝正龙，大家好。导演好，没想到你在广告里面也被派成导演，因为现实生活他真的是导演，你们知道吗？这是故意安排的吗？还是巧合？对对对，故意安排。OK， 就怕大家忘记你是导演。欢迎导演，好，当然。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各位哇很热很热的朋友大家好，要记得多喝水，我是吴康仁。好，欢迎影帝，哇这两位的组合太光芒四射。当然就是今年的作品要终于就是在自己心里面十年的梦想就是要呈现给观众。对，今年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是，所以就是会买个表犒赏自己一下，纪念一下这个时刻，这样。电影大概什么时候要上映呢？11月。11月，好，这个电影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厉害，因为导演关注的是喜憨儿的故事。现在公子几岁了？快3岁。那还早。没有，他已经在带我的表玩了。真的假的？不急了，3岁不急，先借我戴几年，我再还他。希望对一个好表的男人是可以传给儿子的哈、哦。不过我要冒昧问一下，这个广告是谁拍的？为什么吴康仁这么好赚？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你就笑一笑就收工了。我那时候也问导演，就是说，奇怪，我的台词呢？对啊，你是被排挤吗？还是怎么样？你得罪人啊？后来导演就说，你也许你可以试着用你的眼神 ，OK， 你的笑容是。跟导演就是正龙沟通，就是一切在很有默契的状况下说，是刚下飞机，对的，我刚下飞机，根本不用讲什么话，根本就不用讲，用眼神就可以跟他交流。对对对对 ，OK， 辛苦你了哈，这个台词都你在负责的哈，这实在是太好赚，太幸福了哈，只好考验一下，来有没有保特瓶，我们来玩一下踢瓶盖的游戏，还是拼。踢表盖好了，好了，各位，真的，我们今天知道大家太热了，所以访谈就到此结束，谢谢两位，谢谢，好，请到后台。你们两个都没流汗，也太过分了，这两位型男，你们真的巨星就是这样，是不流汗的啊！你看前面的大哥满头是汗，好，请到后台休息。好，本来说叫你们去补妆的，我看也不用了，还是等待一下。各位大哥，请往我的左手边移动，谢谢。